刚好可以拿起来画画哎。你在画什么东西？你会画一个皮卡丘吗？那个是泥土哎，它不是沙子，是泥土。好，站这边。那你要去溜滑梯吗？没有打到。这样等一下跳起来会打到自己哦。你跳起来要打到自己的。打到了。打到了啊。打到自己又会痛痛，然后又要哭哭了。Anyway， 怕怕 Anyway， 不可以乱丢，放里面啊。对啊，放这里啊。跟大树放在一起。不行，因为那个是水沟。对，跟大树。睡觉睡在一起，哇！他是大树的小孩。你这样是在做什么？啊，一勇去溜滑梯啊！这个可以这样运动哎，你看，可以这样运动，可以脚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背包就掉下来了。奇怪，你卡起背包要掉下来，关我什么事？哎呀，那啦，呜呜。哇。自己带网子来。